我是陈绮珊，有两个哥哥。妈妈做你小口上开。哇，北风来时你乖。妈妈祝你身体健康。我一直以为妈妈唔锡我，系因为我系个女仔。多谢妈妈。系你仲细，妈妈慢教咯。嗰两个先系你亲生噶。妈，原来唔系。十八岁嗰年，阿爸，我决定离开个家。唔读书你做乜啊？出去搵嘢做。够胆行出门口啊！以后冇翻嚟啊！阿爸，点解我哋个门口挂住两个大字嘅？嗰两个字咪永川咯。点解挂永川嘅？因为我哋姓陈嘛。妈，我系唔系你哋亲生噶？唔系我哋亲生嘅，唔通系垃圾桶执翻嚟嘅咩？其实我想找回我的亲生父母。啊，好像是那里啊，你去那里啱噶啦。但系佢哋喺边呢？他已经就是姓钟的。颍川那街不是姓陈的吗？颍川也有姓钟，姓赖也是颍川。爸爸，你能搬走很久了。这两年我没回过家，也都不敢跟他们联络。直到今年。妈，终于肯接我电话了吗？是不是连我这个阿妈都生气了？阿爸他怎么了？就是跟你一样咯，一样这么硬颈啊。阿爸，唔会翻到屋企门口都唔入去啊？哦，慈山，慈山妈，慈山，对唔住阿妈。好啦好啦，翻嚟咗就好啦。有冇食团圆饭啊？